强大的品牌其实是可以协助我们的企业来创造卓越的业绩。品牌定位并不是企业自己说，也不是顾问公司很主观意识的说，而是透过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做资料分析、消费者的探讨。品牌不是只是行销部门的事情，品牌其实是全公司要去支持这个品牌策略。Every sensation, perception, thought or feeling.That the customer has in response to your brand. 雇主品牌是一个 inside out 的过程，然后很精准的体现你的 culture， 你的文化给潜在人才知道。洞察要怎么洞察？就是三种人：爱你的、不爱你的、跟爱过你的。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在现在这个时代，凡接触一定会留下数据。影响力太多，甚至是停留在我们的企业里面，人工、供应商，甚至到消费者未来。人才的，我们都有机会能够去跟整个产业还有整个社会去展现我们这个品牌的影响力。